was done growing up, had enough of chasing down the sun. But suddenly I can see everything evergreen. 关心你的房事幸福，我是法老吉。我是大院子。我是茶汤会。今天我们来竹东，带你来看另外一个新的案子，叫做富广和和。富广和和个案基本资料：投资新建富阳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杰森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基地位置新竹县竹东镇至善段3D号，基地面积1798坪，规划户数335户，楼层规划地上15层、地下5层，坪数规划22到50坪。海盖侯。一嘿，明豪。大家好，我是明豪。竹东呢是一个发展很久的城镇了。那近年因为科技题材，所以带动了很多不管是区域的发展呢，还是人口红利，有很多的科学园区都会选择到竹东这个地方来置产成家等等的。竹东它其实位于竹科生活第一圈，大多人啊可能认为说新竹的蛋黄区是位于新竹或是竹北，那其实讲不是，本身的蛋黄区是围绕着一个竹科为主。那其实周遭的第一圈呢，有包含了新竹、竹北。那宝山、竹东、琼林还有新埔等等，其实这周围都是第一圈。在近10年的一个竹科人士买房的一个买气的刺激下，那让新竹、竹北的一个房价往上上涨了不少。对，所以人口其实都会做外移，人口都往外流到了宝山啊、琼林啊、香山等等。那我们其实竹东有更好的一个生活圈，就是其实以日常生活通勤来说，我们可以仰赖68快速道路，它可以往我们的竹北市、新竹市还有南寮等等的，其实通行都是非常方便。例如我们的宝二水库，那其实它开车到园区也是需要20分钟左右，但是它不会塞车。那假如说你平常往竹北市的方向去园区的话，基本上都是会塞车的。所以竹东呢，是从68快速道路跟宝二水库这两个地方都可以到科学园区，也是蛮方便的。因为我们其实有来长勘过一次啦，我感觉这边好吃的东西很多，然后也很热闹，所以整个小的环境算是蛮不错的。还有，因为我知道的是竹东这个地方啊，它是往后可以接。到一些不管是尖石啊，还是台山线，它是比较属于比较休闲一点的部分嘛。它其实算是一些观光区啦，再往里面走可能就是南庄。闲暇之余，除了工作以外，我们可以带家人就是去走走啊，放松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所以这算是一个科技城里面聚集了科技的优势跟休闲活动一个蛮好的一个城镇。工作的地方交通也方便，玩乐的地方也很近，这样子。所以其实对于居住的地方，就像一个度假村一样这样。那我们这一个案子是在志善从化区，那志善从化区是一个新的从化区，我想应该蛮多人还不太了解，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边生活起来的氛围怎么样吗？志善从化区它是属于一个较新的一个从化区，可以看到它里面其实拥有我们的环区步道、儿童公园，那也有我们的游泳池，还有我们的台大医院竹东分院，那还有正在新建的新竹县的第二个全民运动馆。其实以上的设施都是高级住宅区才会拥有的设施。这个志善从化区离我们的下公馆商圈走路大概只要5分钟而已，生活便利性非常大，食衣住行基本上都在这边。像我们骑车大概7分钟就可以到我们竹东的传统市场，对，所以其实来说是非常方便。我们的一个志善从化区的地理位置啊，它离我们下公馆上交流道的68快速道路的路段非常近，不用10分钟就可以上快速道路，所以其实交通上也是非常的便利。那现在到的是我们的模型区，外观的量体看起来还蛮壮观的，中间有一个很蛮舒服的中庭啊，感觉串联了蛮多公社，可以请明豪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个案的外观跟公社的部分吗？我们本案的一个面积大约是1800坪，那在设计规划上做了地下4楼，然后地上15楼的一个设计，共有335户，是5大栋的设计。我们有差不多200坪左右的一个中庭。那在两侧的部分都各有一个车道。那我们从道路开始退缩5米，我们离其他案子基本上东居都有20米以上左右。在1楼的内部，
我们设有一个穿廊的设计，让五大栋的住户可以利用穿廊穿梭到任何一栋的公共设施。对，那好比说，可能回收室本身不是在你们那一栋的，那我们下雨天需要做移动的时候，就不需要走到户外去这样。和和的一个理念是把家当度假中心的一个精神去做设计，设计全年龄的住宅。那我们除了宅配室、健身房，还有瑜伽室，那还有资源回收室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设施以外，那我们也特别规划了像亲子的共读区、儿童的游乐区，总共等等有14项的一个公共设施，也让客户有更多的选择性。而且我们在一楼的公设，我们有新增了两个独立的电梯，可以更方便的让长者去做使用。那我们还有特别设计的无障碍空间等等，那也是让住户有更高的便利性。OK， 那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外墙涂料的一个理念。那其实近几年我们环保意识抬头，那也大家提倡绿建筑，本案就减少我们的一些石材的使用，那我们是使用比较环保的一个涂料去做外观的设计，这样那其实看起来也比较年轻化一点。那我们刚才有提到两侧各有一个车道的部分，那我们的汽车车道是一进两出的设计，它不会有会车的问题，所以其实在下班时间车辆比较拥挤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减缓这个问题。那像摩托车车道的部分是在单边做进出，所以我们在规划设计上是非常细心的。关于我们这个样品屋的整个格局的优势跟规划的详细的内容，请你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我们16一个房型啊，是44坪的大小的一个3+1房为主，那它有两个卫浴，那它是五走道的设计，所以空间运用上其实变化性蛮大的。那其实你现在家庭住到大环境的坪数已经未来机会可能会比较少，这样子的生活环境更宽阔更舒服这样子。那我们刚刚一进来的时候，我看到玄关其实蛮大的，然后可以直接连接到客厅，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开放式的厨房，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厨具的部分吗？那我们厨具是用了樱花品牌的3G，那其实樱花也是大品牌啦，所以大家其实用起来都蛮放心的。刚刚我去稍微试用了一下那个它的下面的这个柜体，还有缓冲的那个功能。其实柜体的缓冲，它其实是一个叫 Bloom 的品牌，它在我们使用上关门的时候，它会去做缓冲的动作，那我们在使用上其实会更方便许多。因为我们在关门的时候会砰砰砰这样子，而且也比较安静。对，那一进门的地方左手边有一间厕所，我们的厕所的规划还蛮特别的。我们普大卫浴它是采用一个独立式的结构，对，那它是明管明线的配置，未来不管是维修修缮啊都比较容易，而且我们还有采用1:80的一个泄水坡度的设计。那与传统相比呢，它的排水速度更快，不易积水。那我们普大卫浴它有专利的一个落水头设计，那设计就是防虫防臭的一个设计。那我们普大卫浴的话，它是模组化生产，所以它有10年的一个防水保固，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客户其实可以很放心的做使用。在我们的一个洗手台的部分啊，它的一个泄水区它是设置在后方，不像传统的下面的排水管它是设置在正下方，导致下面的一个利用空间被取代掉。那其实我们的一个排水孔它是设置在后方，所以让我们的一个洗手台的下方有比较多的空间也可以去做运用。洗手台下方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有时候管子在中间，然后就会变成它很难清理，可能放东西啊，或是旁边有积水什么的，就会很难擦拭。但如果在后方的话，整个台面可以利用的完整度就更高，我觉得是一个蛮棒的，很贴心啊。它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规划，但它很贴心，我觉得蛮赞的。除了我们普大整体浴室以外，其实我们包含我们的屋顶还有我们的中庭，我们都有使用一个叫做聚尿防水，那它是一个特殊材质，那它是属于一个高强韧的一个弹性体，它耐磨性高，也耐冲击，那也抗龟裂，那也有优异的耐化选品的一个成分在，那它是属于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建筑材料，所以其实我们的一个建设都还蛮细心的。那我们所使用的一个冷热水管，它是叫普利斯通，它是属于一个聚丁烯的水管，它的特征就是有抗污耐脏，市场上应该也算比较少见，就大概只有我们在做使用这样子。它的设计是从分歧管到出水孔之间它没有分岔点，所以也减少它漏水的可能性，未来在做更换或是维修的时候也比较方便，它可以单纯就是把看你是冷水管或是热水管直接做抽除再装回的动作就可以了。像传统的不管是出水口进水口的设计啊，假如说有漏水你就必须要敲墙。那它抗脏污的一个优点，以前传统我们都是使用不锈钢的材质，那其实大概10年之后里面会有可能生锈啊脏污的残留，我们使用普利斯管10年后的一个状况的图片真的是很不错，因为我从普通
大的这个整体卫浴的十年保固，然后到普利斯通，可以说是为了客户抢先十年预想到之后的生活的状态跟感受。我刚好看到客厅后面有一个感觉很像是隐藏式的房间，很像是秘密基地，我觉得这个空间很棒。其实它是可以做一个隔间，可以让你去做书房的使用，或是假如说未来你们想要做一个客房也没有问题，如果家庭成员有比较多的话，那其实空间运用还蛮大。那假如说你们是小家庭，只有夫妻在住的话，对，可以放更多的东西这样。然后刚好看到我们主卧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就是我们的主卧这次的格局规划背后是靠床的，但是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又加了一个，那个是什么？内门？窗门？对，对，这是窗门的设计。那设计师这样的设计，其实让我们的住户在早起的时候打开窗户，有更好的阳光可以照入室内。那其实，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窗门拉起来，让我们有更好的一个睡眠品质。我觉得我们的主卧的空间其实算蛮大的，我们还有做一个到顶的超高的一个衣柜。我跟茶汤会就有去稍微试用了一下那个衣柜，然后它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对，我可以一拉就把衣服拿下来。除了主卧蛮大的之外，我们的次卧其实空间也算大，整个收纳的尺度都很够。没错，那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次卧室，它里面其实也摆放了一个书桌、一个衣橱。那其实床的侧边呢，其实还有两个蛮大的一个置物空间可以做使用。那在我们的次卧旁边，其实还有一间比较小一点的卧室，现在设计师是把它规划成婴儿房。那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目前规划的这个婴儿房啊，未来它其实也可以放一张双人床在里面。可以让你去做客房的使用，或是书房、游戏房也可以。对，它其实空间里面运用还有一个凹槽的设计，放个柜子在里面，可以摆设一些物品啊，小朋友的衣物或是玩具等等都可以放在那边。那客厅的部分，因为采光很良好嘛，所以大家应该都很喜欢窝在这个客厅去做自己的事情啊，小朋友也可以在这边跑跑跳跳啊。是，但大楼在这边跑跑跳跳会吵楼下邻居啊。 OK， 那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的木地板，它是采用一个标准色的色系，那它是一个比利时的品牌叫 Berry。 在于木地板的正下方，我们大概有5公分的水泥砂浆，水泥砂浆的下方我们会铺一层 PE 的膜来保护我们的一个制音垫。那它这个制音垫可以让我们小朋友在跑跑跳跳的同时减少噪音传递。那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客厅，沙发到墙面电视墙的距离差不多3米左右，后面还有一个书房，所以整个客厅的尺度其实是蛮足够的。那左边还有一个很大的阳台，那这个阳台让整个空间的采光非常的充足，那采光可以一路延伸到右边的餐厅的部分，所以整个公领域的空间算是蛮完整，也蛮舒适。那其实可以看到，我们都是蛮注重采光啊，包含每一间的房间，它都是有做对外窗的。所以其实我们是蛮注重一个生活品质的一个住宅这样。除了刚样评估之外，我们还想要加码两户，我们自己看的也是蛮喜欢的。那就是老吉还有他的想法，老吉到了。以一个40几岁的这个文艺青年来看，这个有没有？其实他在大厅进来，这个最适合什么人，你知道吗？这种小的自营商，譬如说他们进来这边要去做个聚宝盆啊，或是财位啊，这边最适合嘛。这一户，假设你们准备要，譬如说自己创业，或者是说让自己变成一个很红的 YouTuber， 你们就可以买这一户。然后再来另外一个 C2 哦，这个两房啊就很适合，我再等几年就会适合了。男人哈，到了一个年纪以后，其实不太好相处。哎，对啊，该睡觉不睡觉，睡着了又打呼，然后有的时候也容易闹脾气啊。老婆就那需要到一定的年纪吗？哎，通常是过50之后会开始的哈，更年期嘛，对不对？为了维持婚姻和谐，最好老公老婆哈，暂时就先有个人的空间，就老婆呢可以自己睡啊。如果老公太吵，踹一下，老公自己会到隔壁房间睡啊，那不会太吵。那这样子的其实反而不是只是适合年轻的两人世界哦，50几岁之后也有两人世界嘛。对，我觉得这一个也很适合这样子课程的产品。但如果以你们两个来讲的话，你们可以考虑这个啦，因为有钱吗？这边你可以做一些财位啊，对不对？很容易做啦。像很多的刚进来，他一进来没有，他门可能就直接接到譬如说客厅了，他没有一个转折处让你在这边做一个财位的地方，反而你还要另外再做木座去做。但是这个你可以直接这样子啊，就是这边稍微请老师看一下就有了。对于你很在意风水的人来讲，你很希望自己有一个自己财位的人来讲，这个产品是蛮适合的，我自己觉得啦。其实以 E2 的这个房型来说，它是属于一个36坪的两房，你可以看到在精华区这个坪数大部分都会做3房，因为空间的关系，两房有更宽阔的空间可以生活，其实是比较舒适一点的。那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玄关的设计啊，
也是少有两房的设计，还有玄关，因为我们的坪数比较大，这是我们的优势。现在的玄关设计其实还蛮多人比较喜欢，是因为我可以把我的外套、衣物等等都是在我们的一个落成区，就是玄关的地方，那不会把细菌跟脏污带到我们的屋内啊，也提升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品质跟环境。那西兔呢？西兔也是有一个玄关，它是每一个房间它是比较独立一点的。对，那像可能有些人下班时间比较晚，跟家里的人生活习惯就是不一样，那其实分开比较好的，不会互相影响这样。像是有些长者可能他们的睡眠时间比较早，但是年轻人可能会到很晚，甚至听音乐、玩游戏等等的。那其实做这样独立式的房间是刚好很符合他们的这样的需求这样。今天真的很谢谢明豪，没有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子啦。那大家对这个案子有兴趣的话齁，我觉得还是赶快来看一下啦，因为好像现在剩的户数已经越来越少了嘛，是选择的也越来越少了。没错没错。好吧，那今天就这样子咯。好啦，我们今天参观的也很开心啦，我在那边还玩了很多老人梗嘛。没错。那我们现在就来这个个案的优劣势分析吧。好，好，来优势。优势：生活机能完善，近下公馆商圈，周遭有儿童公园、紧邻环区步道、游泳池、全民运动馆等假日放松好去处，临近六八快速道路，迅速串联各区及竹科，全龄公社丰富多样生活，高坪校室内规划格局方正，采光良好，室内光线充足，浴室皆有开窗，户数较多，有效控制管理费。那劣势呢？劣势是假日的时候下公馆比较容易塞车，所以周遭的交通容易拥塞。那再来，它距离竹东市区有一小段的距离啦。再来是它量体比较大，所以邻居的素质相对的会比较没有这么稳定。那最后一点呢，是坪数的规划跟区域的其他案子相比相对的比较大，所以总价会比较高，入手的难度也会比较高。但也住得比较舒服啦。没错，就完全是看个人的选择。对啦，那刚刚讲到的优点，其实我觉得它真的是对于园区这样子的工作环境哦，它的交通也算是真的有串联到啦。好吧，那今天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开箱分享咯。好，那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一集的内容，那就谢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房老吉，拜。